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嚟 Pokemon 嘅白金，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开头嘅画面系如何啦。好，咁啊，从野濑市开始得到啲红碎片啊，得到啲岩浆嗰啲嘢啦，啊，买咗很多东西啊，跟住呢度咧离开咗啦，买咗很多东西之后仲冇咧，买咗很多东西系啦，就有商店买咗很多东西，大概就系咁啦啊，非常之有趣嘅呢一个嘅记录表啊。基本上咧，嗰陣時我每日玩嘅時候咧，都係每日都係買咗好多東西。咁啊，今次就真係買咗好多東西，就係貨打呢一個嘅管，打呢一個嘅海鷗啊。咁啊，上次臨尾嘅時候咧，就買一啲好好用嘅道具啦，譬如特工、物工啊、命中啊或者爆擊之類。所以今次咧就要試一試啲裝備升級完之後咧，係咪真係可以能夠咧輕鬆打敗呢一個嘅管主啊？唔係未到管主。管主的僆仔啊，睇下咪真系可以打得赢啊吓呢一个嘅啊，咁啊今次啊真系装备升级而唔系呢个等级升级啊，好嚟啊，我哋直接变咗啲嘢卖路先，之后摇尾巴扣佢嘅，再扣啊 ，OK， 咁跟住呢度咧就用碎岩，我等用滚动嗰条。哎，会有命中啱啊呢下 ，OK， 咁我有机会啊，我顶咁快用滚动嘅佢，呢度用物攻增强，会有命中，靓波，再物攻增强，哇好痛，大伤有冇？冇，咁啊细伤，好冇光先 ，OK， 写身状，靓波啊呢下，再食个药先啊呢度，稳阵起见水枪。呢度我用滚动，喂，赢啦，最后一下，哎，佢用滚动，搞掂，揸下，喂，点解争一下你都唔打埋佢啊？好辛苦先打到咁，你打到呢、這、一个呢、這个状况，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嘅。你要知道，大家要知道，呢打到呢个状况咧，系真系有啲困难嘅。点解得廿滴血噶？我系做咗啲咩坏事哦？唉，我因为减咗防啱啱，所以佢打得死我啊！哦，其实有冇可能第一开波嗰只就已经加密攻咧？堆爆个密攻得唔得咧？有机喎，顶多咪用六个都唔系好多啫。四个差唔多。呢度唔使摇尾巴，直接用扣击车落去。太靓啦呢下，呢只就摇一摇啦，摇一摇就扣击，哇 ，perfect 嘅简直，扣个击 ，bang， 再扣多应该差唔多死啦嘛，冇死啊，啊好在赢到啦，正准才用最细只打人你啊，僆仔，终于过到啦，唉，三支药食咗，啊，呢个系咩啊？我先。呢度啱唔啱啊？呢度啱啦，跟住呢个，跟住揿埋呢个 ，save 先。啊，顺便升埋呢啊要。啊，唔系食药。哦，咁喺战斗我又当然食细药啦，战斗入面就当然食大药啦。好似咁嘅起伏摇晃嘅波浪咧，咁样汹涌流动咧，就系我嘅战斗风格咧。又系呢个海鸥啊，电光石火水之波动。OK， 咁啊，特攻增强两下啦。一特工增强同物工增强都真系都算好用啦，同埋又平啦，搞掂，轻松高超傻鸭啊高超鸭又睇咗可达鸭水之波动啦，照教水之波动，再水之波动，靓波无壳海牛，照用呢只先，有机赢啦，搞掂，好再食药。真功，喂啊！终于打道馆啦，各位，几经辛苦，将呢个道具升级咗之后咧，就终于打得赢啦，系啦，就唔系精灵升级啊，我要嘅系道具升级，并唔系精灵升级啊。OK， 只要我能够快过佢出技之前变咗身就 OK 啦。终于嚟啦，本大咧就系呢个野濑市嘅道馆馆主。名为极限假面，会用水嘅精灵咧军团同你战斗，将你嘅全部攻击接下，并且反过嚟打败你嚟啦，马克西。
李如龙啊 ，OK， 威吓，瞪眼，哇！呢啲技真系慢慢地，但系都可以调用龙之路嘅。哇！快过快快快快，龙卷风，点解我唔系快过佢嘅？我唔系应该快过佢嘅咩？瞪眼，龙之路，最紧要系最尾呢下要快过佢，搞掂。啱啱好，沼王，其实我呢度用翻呢只仲好，跟住再用好伤药，扣击喎条友用，健忘加特防冇问题啊，呢度用灯眼，再灯，再灯，哎呀瞓觉唔紧要，未温题啦，哇咁痛嘅、啊，咩扣击啊大佬？诶、欸，我快啲，但系我呢度稳阵起见识多我先。浮潜王、啊、浮游王，即系呢一个嘅参美朋友嘅最终形态，变佢啦唯有啊，变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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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流喷射，哎，咬碎比佢快过，唔紧要，高二高速星星咬碎 ，OK， 食个药先，哇，顶有钢防。加密弓，顶佢一下已经咬死我啦！佢降咗防之后，佢降咗防实在太夸啦，个防御降得，因为一降咧降0.66，即系60% 咧，其实都几难搞啊！0.66啦，我记得好似降一级嘅话，跟住第二级就系0.5。瞪眼，龙之路，哇系赢啦！阿顶。其实呢度用沼王得唔得咧？呢度用沼王其实都得嘅，不过咁我上如果可以嘅话，用到底会唔会好呢？但系减咗物防，诶冇啦，唔好搏。OK， 啊顶，我应该回血了，傻咗添。唉、哎，真系应该回血。诶、欸、，OK， 诶、欸、，OK， 波险，跟住呢度，诶、欸，你啊呢个时候加密弓先，啊顶你啊！咁冇辦法啦，我再食物攻击强啦，跟住就用扣击，扣击，哇！点解佢醒咗我未醒噶？打佢，哇！顶住佢光命中，打先 ，shit！ 准备瞓觉啦，又要，即系阴功。哇！又要输咁场睇嚟，如果佢唔醒嘅话，真系唔醒。终于醒啦，最后一下先醒，呢啲好嘅。高星星，直接扣击佢，会心一击。点打？我要睇嚟，我要留只李如龙去到尾喎。佢呢度用灯眼，我呢度用冰牙都得喎，其实加级。物攻即系用冰牙先，哇唔得喎！要用龙之路啊，都系要用龙之路先打得赢。但系咁样，唉，佢减咗我特减咗一下防，其实都几大喎。快佢，诶，好波，咁冇办法啦，唯有照用呢只咯。扣击，剑芒。诶，龙之路咯，虽然扣得唔多，蹬佢两下之后冰牙，诶、欸，呢度打死咗佢先，我食药咬声，95中，有几好彩先至唔中啊，大佬啊，点解会咁噶？唉，真阴功，诶、欸，好波，黐筋嘅真系。又扣击，又扣击，灯眼，可险，咁你好假唔假，假咗咁麻烦嘅技，哎呀，好难玩啊呢关，点玩啊？点样玩先打赢呢一个啊？究竟？灯眼，灯眼一下先啦。
唔系，佢所灯眼做咩？呢度傻咗。喂，爆到激 ，OK。但系其实都冇咩特别啦，都系要升，都系要食药。喂，唔好再系咁啦，好嘛？既然忙，等下。喂，好噃，咬死佢，靓。跟住呢度我哋就食一个防御增强，估唔到要升防御增强呢度加密攻。我仲有冇兵啊？有两招，呢度食药，稳阵起见，顶爆击，水流喷，再食多个，我唔想再输啦呢度。哇，小道啊，啲点打呢、這个？要食佢，要 copy 佢先得喎呢度，要 copy 佢先赢到。如果唔 copy 佢赢唔到。哇，佢第一下龙路咁恶嘅，你冇中喎、啊。哎，好波。咦，如果冇灯眼嘅话，其实可以喎。我照用呢只先，打埋呢只之后再咩？哎，冇中啊两下，有机嘅咁好。食药呢度灯眼佢，灯眼。哎，结冰啊，靓波啦，搞掂，跟住转重去食药，好，要把边个啊？变身，跟住高速移动，咬水顶啊，水流喷射，喺呢度加个密攻先，高二咬佢，靓波，哎，有嘅，有机。哎，搞掂啦，终于44咧，唉，输咗啦，同你嘅战斗啦，真系令人愉悦啊！呢个俾你啦，沼泽废像，如果要用冲浪嘅话，就交俾你啦。呢个机器同埋潮水，当你体力低过一半嘅时候，就会两倍。OK， 唉，终于打人啦！我师傅好劲啊嘛，我就话点解咁嘈就系你哋啊嘛，阿师傅。虽然系识你父亲，但我冇记得咧同意过你做我弟子啊。况且咧，你就算冇师傅都会变强啊，有咩所谓啊？我自己将自己定义系师傅嘅表呢、這个嘅徒弟。俾呢件事咧，头先系灯塔大门咧有个银河团嘅人啊，话要用炸弹啊，话咩话破坏咧和平嘅家伙咧，绝对唔会原谅嘅。OK， 我而家要买药，你以为我而家要去那个塔度帮你手啊！唔好意思，我去买药，去装备自己。我而家要去、那个塔啊，喺边度啊？野濑系咪嗰边有个塔啊？冇乜点留意，但系唔理啦。我哋总之要翻咗去买道具先。净系打呢一个把，净系打呢个道馆都已经用咗几多啊？起码用咗几多支咧？重组。咬死啊！顶你啊！点力？哇！争啲输，黐线！唉，用呢只打咗，呢只打唔打得赢？应该得啊！我睇你唔得喎，喂，咁唔得喎，我唔想输喎，食药先，我唔想输啊呢度。念力重珠，唉，搞掂，我唔想输啊，唔好输啊！夹西游，好，唉，翻翻呢个护章市，回个血，嗱，之后我哋再补货，要补伤药啦，同埋好伤药，再加埋几支嘅密攻强化啲，好伤起码补四支咧，哇，其实都唔系好够钱，翻翻2600，2600可以做啲咩？唔知，密工作有三个，我哋补两个啦。密防就使乜补啊？密防唔补啦，太贵啦密防。特工唔补，速度补两个咯。咁啊，一系补多个密工啊，一个密工一个特工啊。系就咁，反正特工同密工都系最需要。如果冇特工同密工咧，其实都好难打有啲关。哎顶，走去打呢条友添。哎，古铜钟，顶仲催眠咗添。走，封印我，我就估到你想封印我啦，你挂耳光，顶封印我食屎啊！仲要唔俾我用技添，黐筋，50蚊你都攞埋，
我是但啦，既然我买咗嘢咧，我就可以放过你一马。OK， 咁啊由佢啦，我行下边啦，唉，费事烦，我阻住晒条友。黑老家恶魔犬，咦？呢只未打，雷伊喎。电击同电光石火，阿顶用错，应该用电光石火啊嘛。喂，唔系啊嘛，顶你又玩啲咁嘅嘢。顶系咁掉沙啲黐线佬真系，哇，黐筋啊真系，顶打唔中人啊依家，顶咁咪黐筋噶，点解可以咁烦噶？系咁掉沙，啲上下路都咁多阻滞嘅，真系唔系好掂。唉，行呢边，黐线。唉，咁得啦啩，唉，真系咁多福利，唉，顶又考你呢边，掉翻佢沙先，咁中意掉沙廿四啊，癫嘅，再癫 ，OK 呢度食个药先，又掉沙，烧伤。搞掂啦，唉，真系黐线嘅，喺度屈我掉沙。OK， 跟住回佢先啊，之后再睇个塔个情况系咩情况啊？打银河团有冇得变队友咧？如果佢打双打，我又有得变队友。我可以带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见过一啲奇景，究竟佢哋会用啲咩嘅，或者系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咁咧？好呢度。喂，唔好无视我咧，继续自己嘅话题啊！银河喺边啊？棍咩啊？哇，好险啊！你做咗啲咩啊？我咩都冇做啊，只不过送嚟嘅炸弹咧，叫做银河炸弹，只系被命令咧揿下开关。系啦，唔快啲翻去报告唔得，拜拜啦！戴住怪面具嘅大叔，重大嘅大湿预备，你哋唔好过嚟，唔好俾任何人入嚟啊！如果炸弹仲有剩嘅，大镬啦！你快啲同我追银河团啦，我会守住呢一度嘅，即系要一个人打系嘛？唔好跟住我啊！真系想咧用精灵训练嚟教训你啊！但我仲要赶住去湖咧，冇时间同你玩。OK， 我哋save先。去湖？我哋老大咧，科学嘅天才啊，唔配做我对手。如果我唔配做你对手嘅话，你都唔系一个对手嚟嘅。你需要知道我系百变怪嚟嘅。OK， 但系你都系唔配做我对手喎。你再咧做护章士嗰啲咧搬过嚟啊！行李嚟到呢度啊！咩啊？行李炸弹大湿完爆炸，咁你追嗰个人系银河团啊！大镬啦！嗰个人咧喺一齐嘅古怪家伙，啱啱俾偷偷地走啊！喂，等等，跟住话我唔配做对手。咦？问紧啲咩佢？有冇可疑嘅人啊？正打算搜查边度啊？佢系条呢度 ？OK， 唔想同你作对。呢度，哈毒豆啊，不良物，哇顶，佢放啲咩啊？泥浆爆弹，虚张声势先，顶你啊！哇复仇，诶，不二打，我顶不二打我，也是啊，你会咁串啊？不二打打我，顶仲要食我钱添，唔得，开翻嚟先。顶佢重新行过，阿招你。OK， 佢不良怪兽几麻烦。OK， 好呢度，再上呢度即刻 save。OK， 佢一嚟又用地面技，而唔系用格斗技，明明我系百变怪嚟嘅。诶，走咗上去呢度又。嚟啦！嗱，你一嚟用毒斗呢个泥浆爆弹，而唔系用格斗技。OK， 搞掂啦，打唔耐啦，攰到不行啦，冇办法啦，交俾干部啦，至少喺湖入边用。好，哦，好耐冇见啦，精灵图鉴嘅状态点啊？喂，嚟调查湖嘅传说，但系而家好似唔入得喎，知唔知传说啊？传说嘅湖入面咧，某处咧有座岛，嗰度咧传说嘅精灵嚟嘅，所以先有咧禁止进入嘅地方。话是话，喂。追捕嗰个银河团做成点啊？诶，奇怪，你知道自然啊？
咩字啊，大佬？但系失联嘅爆炸咧，冇做到好大危害啊！极限假面要我咁样话俾你听，不过咧，银浪乱世太乱嚟啦，下次遇到一定要将佢打到落花流水，再见。哦，系你嘅朋友，坏活泼啊，应该系网状号咧。嚟得正好啦，你有见到210嗰个鸭群？210咧有间茶店嘅，茶店嗰度咧有啲鸭咧喺度紧贴一齐，仲抱住头。如果咧对呢一个可呢个嘅傻鸭用呢一个应该好有趣咧，精灵都有记录过，试下避羊。以前我咧徒驾冒险过，你如果都撞到所有精灵就好啦，咁样就可以知道梦幻精灵嘅秘密。再见。咩避羊？图鉴有写咩？我冇呢个图鉴，冇呢方面嘅图鉴。OK， 就系呢一度咧，基本上咧令我细个嘅时候打珍珠钻石咧，完全唔知道要行去边，因为佢一时时咧好难去揾要行去边，系啊，因为好难揾嘅。嗱，佢唔系咁普通，跟住又话要我去210号道路，真系都。未必会知啦，细个玩嘅时候真系，真系唔会知道。OK， 又翻到嚟又可以买嘢咯，2700元好。咁啊呢度买埋药佢啦 ，OK， 买埋药佢。好伤，买三个啦，唔好谂，全部 all in 买药啦。一加强嗰啲道具我哋都暂时够啦，其余嗰啲就唔清楚啦。然之后应该就真系去210号道路啊。咁我先210号道路。呢边哦啱啦，好咁啊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就去210号道路继续剧情啦。好啦，咁啊中意嘅记得揿我 like 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同埋揿我订阅。好啦，拜拜。